因为蔡英文的访美将会为台湾带来灾难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因为蔡英文的购买美国武器是拿台湾人的血汗钱去给美国人花，给美国人用。各位乡亲，我们经过的每一分钱，我们财政的每一分钱，剖开来都是人民的血和泪，对不对？对。